陛下，夜袭乌又来信了。是，今日已是第四封了。他怎么这么能信，也不怕把乌鸦给累死？哼，信来乌鸦的确是有些怨言。放下吧。是。 这衣裳不错，挺好看的。白玉，叫军医拿些药来。明白。 军中不比宫中，你这伤口若是不及时处理，会越来越严重。知不知道？好了。 还有没有哪儿不舒服？没有。多谢你，我感觉好多了。 我先回去了。小心点儿。